生，你赐我自由击溃命运的诅咒，让故事不朽，在等乱一转不朽回首，你赐我自由击点击任务追踪，冒险旅程即将开始，准备好了吗？年轻人，别发呆了，圣魂村就差你一个人没有武魂觉醒了。我该怎么做？看到旁边的觉醒仪了吗？伸出右手，附于其上，感受一。武魂觉醒，我会是什么武魂呢？你触摸水晶球，注入魂力，开始觉醒。你见过满魂力的废武魂吗？点击返回武魂殿。这竟然是先天满魂力！先天满魂力？武魂觉醒的强弱与形态和魂力有关。觉醒时哪怕有一丝魂……唉，可惜啊，你的武魂是蓝银草。蓝银草和先天满魂力？这个孩子，纵使他是先天满魂力，武魂的缺陷，那也未必。您找我是？你想成为一名魂师吗？当然想，可是蓝银草……单是蓝银草肯定不行。不过，别紧张，我说了，我没有恶意。您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曾经调查过647个蓝银草武魂。其中16个人拥有魂力，但都不超过。凡事都有例外，为什么我不是例外呢？确实如此，百年来先天满魂力出现过19次，其中有5人是平民出身。你不信任我也是情理之中。这样吧，这块令。守卫大哥，这是去森林的路吧？没错。怎么，你要出城？通行证？什么通行证？那可不一样，这条路通往森林里。点击进入背包界面，点击使用按钮，点击激活魂师徽章。等等，你那令牌，您怎么不早拿出来？这不就是误会了吗？好，谢谢。这令牌似乎很贵重，不过走了这么久，怎么还没有看到？这是森林偷袭者四眼鳞甲兽，凶残无比。大师，您怎么？先解决这个大家伙再说，我来前。点击释放伙伴技能。天裂之斧三炮。没事吧？
你会遇到危险也有我的责。老师，请您收我为徒吧。哎，傻小子，这是跪拜君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啊，对了，你刚才杀死的不是普通野兽，而是魂兽。魂环功能开启了。点击前往魂环界面。你见过选择一枚魂环废武魂吗？开始吸收魂环。第一魂环吸收成功。你见过快去看看获得了什么魂技吧。新获得的魂技可以前往魂技界面查看哦。受到不同了吗？真神奇，玄天宫已经进入第二重了。嗯，老师，我感觉我的内……啊，魂师等级每十级为一阶段，你是先天满魂力，也就是先天十级魂力。老师，魂环和魂兽……聪明，你抓住了我话中的重点。没错，魂兽根据年限分为……老师，您的意思是说吸收魂？不全对。吸魂技？那别急，等再碰到一只魂兽。老师，您看那里有一条大蛇。蛇？我看看。曼陀罗蛇，这种。小心，这条曼陀罗蛇已经是百年魂兽了。罗三炮，放屁如打雷，轰天裂地罗三炮。现在我教你一个理论，还手补手，撒腿就跑。这条曼陀罗蛇疯了吗？老师，前面有人。现在不是介绍的时候，快跑！跑？跑什么？曼陀罗蛇！跑不掉了，三炮！可要小心应对了，千万别被他的毒液沾上。没什么，这条曼陀罗蛇会攻击你，也是小五先天满魂力。这森林里很危险。老师，您刚才为什么说？应该是先天满魂力没错，他身上的魂力波动比你还要强上一线，但却没有魂环。但是小五身边却没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什么团队？简单的说，像咱们三个现在结伴而。是这样吗？那这个这有点奇怪啊，不过感觉还挺……小五，你有什么问题？就这么定了。你们都要叫我小五姐。阵容
人功能开启了，前排位置适合防御型魂，中排位置适合攻，后排位置适合控制，点击选择伙伴上阵。我们打算在森林外围走走，小三的刚火啊，森林里可无聊了。魂技，原来这啊，魂技的特性源自所吸收的魂环，比如小三刚才吸收的魂环。老师，我现在已经成为一名魂师了。我们还是严谨的说，你现在应控制系魂师。每位魂师都拥有武魂，根据武魂的不同，进而划分魂师的种。老师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根据武魂的不同，每个魂师都会去。没错，再强大的魂师也会有短板。伙伴功能开启了，点击前往伙伴界面，点击前往召唤伙伴，点击水晶球注入能量。第一个被召唤的伙伴会是谁呢？原来是天才食物系魂师绍兴呐，他可是超厉害的辅助型魂师哦。老师，我们一路走来好像格外的安静。所谓魂兽，是我们对除人以外拥有。不知道我说的清不清楚？牢记这些知识，以后会给你很大的。是，老师。老师，咱们怎么不往啊，刚才我沿路撒了粉末，用来驱散蛇虫鼠。老师，您的意思等历练功能开启了，点击前往历练地图，点击前往猎杀魂兽，难度指数越高，获得的魂环年份也越高哦。选择一个魂兽，这里可以查看魂兽掉落的魂环，点击进入 BOSS 详情，准备开始战斗。
你见过满魂力的废武魂吗？甜蜜暴击，老师，刚才的魂兽好强。老师，我有个问题。我不到三十级，在这个世……对不起，老师。没关系，这都是命中注定的。我现在也接受这个事实了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老师，我想先回圣魂村一趟。有道理。正好我也有些事情要办。去哪儿？我也要去。小五，你不去找我？没事了。爸爸，我回来了。爸爸不在家。小三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啊，走了？我不知道，我……哎呀，别不开心了，你爸爸肯定也想看到你强大的样子。你比我小，要叫也是妹妹。休想！
只想当姐姐，才不要当妹妹。我可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小五，这也是我实力的一部分啊。我不管，再来，我的。好，那就再来。不过小五啊，去什么地方啊？哟，小五，咱们好像来早。哎，哥，我走得好累啊。这，您好，我想找一间。您好，正巧还有最后一。新来的，这么不懂规矩。原来是，非常抱歉，对不住您了。刚才的那间，这，那又怎样？难不成还得我让着你们？戴沐白，武魂白虎，37级强攻系战魂师，亮出你的武魂吧！我们一定要打一架吗？别废话，看招！很好，好久没碰到这么能打的了。邪眸白虎，罗三炮，你是老师让你来找我的？原来如此。老师，您办完事？啊。办完了。嗯，老师，我明白。那就好，走吧，我带你去这里的魂师学院。哦，就是史莱克学院。一味的学习理论终会遭遇瓶颈，在学院里你会学到更多。老师，我明白了，那您也啊，我暂时有些事情需要离开。
喂，两位小朋友，你们是不是迷路了？入学？昨天就是入学的最后期限了，是吗？我瞧瞧。哦，这你不知道吗？这是入学考。只要你能坚持一炷香时间，就算通过考核。来吧，用出你的全力！不自动战斗，解放双手，享受悠闲游戏时光。再次纯肉。见过满魂力的废武魂吗？甜蜜暴击！你们都要叫我小五姐。我是学院的老师赵无极，我算你过关了，其他考验可以给你免了，就给你破次力。切，这点小伤就很痛啊！出动虎山！过来，我看看你的伤。我这是帮你松松筋骨，对你少。你们也来了几天了，互相认识过了。不过今天来了两，是你啊，你也来了。本少本来就是这所学院的学员，好吗？你这小兔子。稍微介绍一下即可，后面有的是时间让你们互相认识。点击进入拟态训练场，点击领取拟态训练奖励。出动虎山！甜蜜暴击！出动虎山！你见过满魂力的废武魂吗？你们都要叫我小五姐。甜蜜暴击！出动虎山！
出动如山。出动如山。龙焰吐星。你见过满魂甜蜜暴击。龙焰吐星。出动如山。龙焰吐星。龙焰吐星。甜蜜暴击。Bye.